我是田园。啊，你说，你说。嗨，我找了你两天，哎，你的电话怎么老是打不通啊？打不通。哎呀，这是山区，很难打通的。啊？这是山区。哦哦哦哦哦，哎，魏明啊，魏明啊，我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要给你，是两张照片。哎哎，喂，你听清楚了吗？喂，你把你现在的联系电话和地址告诉我。好。你等一下，我找一支笔啊。联系电话，还有你现在的地址，哎。 向蒙娜在福田老家几乎没有什么亲戚，由于她很早就离开了福田，根本没有人了解她的情况。我们去了她曾经就读过的学校，也找到了她当年的班主任。除了了解到她曾经是一个问题少女以外，别无所获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也顺便问了一下叶子跟向蒙娜的关系。据他们当年的班主任讲啊，两人当时很要好，几乎形影不离，很好的朋友。 向蒙娜好像一直充当着保护叶子的角色，至于其他的嘛，那个班主任也说不出什么了。嗯，你们辛苦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好。您好，我想问一下。 有配这个吊坠的项链吗？对不起，没有。啊，谢谢。啊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 还认识我们吗？认识，警察呗。对不起啊，再打扰一下，还是想了解一下4月23号晚上的事。上次我知道的都已经全说了。你们领班在吗？哦，领班请假回家了。那怎么跟他联系呢？没法联系。为什么？因为上次领班请假回家，然后我们老板就故意找借口叫他回来上班。 所以以后他每次请假都把电话给关了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男的来过。哪个男的？那个，田园。你看看，是他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他。他来干什么呀？他来找我们领班，但是具体说了什么，我也就不知道了。好。 谢谢啊，不客气。走，去找田园。哎，他不在家。哦，那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他平时都在家，今天一早就出门了。那他回来麻烦你转告一声，我姓周，让他马上跟我联系。行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 爸爸在很远的地方，叔叔，你听爸爸说啊，爸爸正在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等办完之后，爸爸马上回来看你啊。喂，叔叔，暂时停止，请你客服重新联系。
我请问一下，有没有一个叫魏明的记者住在你们这儿？啊，秦少等，我帮你查一下。谢谢。哎，裴云，哟，来了。魏明，哎，走走走，我正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边走边说啊。哎，我约了一个重要人物在山上的法界见面，事情啊很快就会有结果了。哎，太好了。哎，怎么会没个车呀？哎，要不是有个摩托车吗？ 他到底什么人呢？怎么约在这个地方见面？哎，待会儿啊，我让你也见见他，看看他怎么说。哎，哎，对了，你发现什么了？让我看看。啊，你怎么会有这两张照片？啊，前两天邢明朗交给我的。 说香伯纳在半年前就交给他了，而且一再叮嘱他，说是万一发生意外，就让他交给我。我接个电话。哎，好，好吧，好吧，他已经来了，但是地点改在了舍城崖啊。 他但是坚持只和我一个人见面，他的心情可以理解，对吧？那这样吧，我也不为难你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等等，这样，你要不然就在这儿等我，如果快的话，我下来我们一起下山。当然，如果他是坚持不见你的话，那得先回去，我回头去找你，行吧？哎，行，那我等你半个小时。好。 加工应该会留有它的保修卡和联系方式吧？你问这个干嘛呀？即便有，也不可能告诉你。对不起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怀疑那个顾客就是我丈夫。对不起，这我不能收。现在的男人都不是东西。这样吧，我帮你查查。啊，谢谢。
就在这儿，这个上面的地址不会是假的吧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这段时间怎么了？老有人来问这种款式的项链。你刚才说老有人问，还有谁问？前些天还有个女的来问过。 真的，服务员同志，你能不能帮我留个言？你说吧。谢谢啊，等魏先生回来了，您告诉他，就说有一个叫田园的在碧林旅馆等着他。请问先生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了，谢谢啊。 我会的去找你。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我找12栋8001室的王先生。您弄错了吧？这没有12栋，只有10栋。对不起。谢谢你。没关系。 Thank you.
马上去！哎，听说啊是从舍身崖上摔下去的。是啊，不对，听说啊是被人推下去的啊，是凶杀。警察啊正到处找凶手呢。哎，我听说啊省城还来记者了呢，媒体要曝光。你说那咱们这儿的生意可就受影响了。哎，你错了，那样生意才好呢，这叫包装炒作，你懂不懂？行了，喝酒喝酒，来。然后那个人就匆匆下山了。 你还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吗？仔细回忆一下。哎呦，是啊，哎呦，可吓人了！你们亲手抓着没有？你们看见了？哎呦，真可怕呀！听说就够吓人的了。你怎么这么晚才下山的？我跟我的朋友走散了，啊！他是凶手，就是他！站住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 就是他，昨天傍晚他神色慌张地把魏先生叫走，魏先生就再也没回来。我一看他就不像好人。就是他，昨天晚上是我们俩送他们上山的，当时我还挺纳闷，这么晚了还上山干嘛？凶手坐的我的车，因为路不好走，我叫他抓住我的肩，他的手一直在发抖。对了，到了法界，我问要不要等他们，他们说不要。我还很奇怪，待会儿他们怎么下山啊？我当时就觉得。 周队长，哎，情况怎么样？凶手还没抓到，但所有路口已经封锁了，我亮他也逃不出去。好，死者身份已经查清了，是每日晨报的记者，叫魏明。凶手的身份也查明了，叫田园。这是他在碧林旅馆住宿登记的资料，啊，这还有证人的证词。嗯，你看这样。 第一，24小时封锁所有的通道和路口，不能有任何遗漏。好。第二，通过有线广播在封锁区内通缉逃犯。第三，立刻和省城的警方取得联系，请他们协查。现在广播紧急通知：今天早上在舍身崖发现的杀人案件，凶手已经查明。
凶手名叫田园，男，现年35岁，身高约1.78米左右，上身穿米色休闲装，下身着深蓝色牛仔裤。现该犯正在本区域逃逸，请广大群众提高警惕，协助追捕逃犯。现在广播紧急通知，今天早上在水生崖发现的杀人案件，凶手已经查明，凶手名叫田园，男，现年35岁，身高约1.78米左右，上身穿绿色休闲装，下身着深蓝色牛仔裤。现该犯正在本区域逃逸，请广大群众提高警惕，协助追捕逃犯。现在广播紧急通知，今天早上在水生崖发现的杀人案件，凶手已经查明，凶手名叫田园，男，现年35岁，身高约1.78米左右。上身穿米色休闲装，下身着深蓝色牛仔裤。现该犯正在本区域逃逸，请广大群众提高警惕，协助追捕逃犯。现在广播紧急通知，今天早上在水生崖发现的杀人案件，凶手已经查明，凶手名叫田园，男，现年35岁，身高约1.78米左右，上身穿米色休闲装，下身着深蓝色牛仔裤。现该犯是我们的记者，张主编，死者还有一些遗物，你看交给谁呀？交给他吧。严明小姐，遗体是就地火化，还是运回去啊？就地火化吧。田园这小子又杀人了，上次我就说向娜肯定是他杀的，怪不得我们2天都没找到他。真没想到，清源警方有证据吗？有，人证物证都在，铁案。我还是想不通，田园为什么要杀魏明？谋财害命呗，魏明的包还在他手里呢，你想想。他现在丢了工作，傍了富婆也死了，你看看他那样，穷困潦倒，铤而走险呗。田园像个小毛贼吗？既然清源警方在办这个案子，我们就全力配合。而且田园跟我们的案子本来就有关系。这样吧，太君，你去一趟清源，协助他们抓田园。是，佳怡。我们在这办2件事儿，一是布置监控有关人员，防止田园万一逃回省城；二是尽快查明魏明的情况。这个魏明啊，怎么跟田园扯上关系了？我感觉这跟我们正在办的邢东浩和向梦娜的案子有关系。
说这凶手能躲到哪儿去啊？全镇都搜了两遍了，也没抓到他，他不会逃走了吧？嗨，所有路口都守着人，他肯定逃不了。听说明天再抓不到啊，就要搜山了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那小子是个职业杀手，哦、是吗？上个月在省城，他刚杀了一个女人，省城警方也正在到处抓他呢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忘了？我小舅子在县公安局工作，他今天也赶来了。哦，哎呀，哎，他还跟你讲了些什么呀？他们开了一下午的会，所有的证人证据都找到了，那小子怎么上的山，怎么逃下来的，他抢的包，公安局全都清清楚楚。真的？一抓住了肯定是死刑。哎呦，对，这小子吃不了兜着走喽。哎哎哎，我说哥几个，我小舅子讲的这些那可都是内部机密啊，你们几个可千万别到处乱讲啊。哎呀，犯法的。知道了知道了。不打不打，放心。而且很有可能这个凶手是同一个人，当时我没太注意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两张照片很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线索，要不然林婉怎么可能把它转移了呢？有人吗？重要人物在山上的法界见面，事情啊很快就会有结果。你在这儿啊，等我半个小时。打死他！大爷，大爷，
老大爷，我迷路了。我想，我是很远，迷路。老大爷，叔叔，乖乖都睡了啊，明天还要上学。妈妈，你说爸爸会回来吗？不会回来了，快去睡。不，他会回来的，他办完重要的事就回来。好好好好好，会回来的，那睡吧，啊，快点。找你，我，那请进吧。我去给你们倒点水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们问几句就走。哦。最近几天，田园跟家里联系过吗？这儿不是他家，他干嘛要联系？你别生气，发生像孟娜那样的事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。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田园最近几天的行踪。他一直没敢找我，就是偷着跟女儿打过几次电话。哦，对了，他昨天下午跟叔叔通过电话。什么时候？女儿放学的时候。大概也就五点钟吧。那他说了些什么呢？没说几句电话就断了，好像说是要办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事情办完了就回家来看叔叔。什么重要的事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他最近干些什么，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。那好，如果他再跟家里联系的话，请你务必立刻通知我们。田园，他又怎么了？我也不瞒你，他涉嫌一桩杀人案。他，夏梦娜的案子不已经审过了吗？他不是没事吗？他怎么一……夏梦娜的案子还没有了结，田园的嫌疑并没有排除，他又涉嫌另外一宗杀人案。不会的，不可能。田园虽然有些不检点，伤害了我和孩子。不过他根本不可能去杀人呢。你别看他得过什么跆拳道冠军，打打杀杀挺像个男人的，他内心其实非常懦弱。我太了解他，他真的不可能去杀人呢。昨天晚上在清远，一个记者被害，所有的人证物证都表明田园是凶手，而且他现在就躲在清远。他是被冤枉的，他一定是被冤枉的。警察同志，你说他怎么那么倒霉啊？那女人的案子还没了，又摊上一桩杀人的案子，你说说，一个人怎么能倒霉到这种程度啊？
就这么倒霉呀、啊！向梦娜被害，我的嫌疑还没洗清，又染上了魏明的死。这次是更麻烦，我更说不清。老人家，你说说我该怎么办？我是真不该卷到这件事情中间去啊！行动号他算什么？管我什么事儿？林婉管我什么事儿？姓孟娜虽然跟我有关系，可我现在已经弄成这个样子，我也算是对得起他了吧？我干嘛非得去查什么幕后凶手？人家贪赃枉法、杀人灭口，由政府去管，警察去查，犯得着你田园去操这份心吗？你是谁啊？谁啊？狗屁都不是，不就是个小小的平民百姓吗？老人家，老人家，你帮我拿拿主意。如果我明天去自首，我能说得清吗？警察会相信我的话吗？向木娜的事儿，多亏有个宾馆的行李员给我作证。这件事儿，我那么多的证人，可是他们全证明我是凶手。一大堆的证人证词，我就一个人，我怎么能才让他们相信？肯定是先抓起来，再去查清楚。可是万一他找不到真凶，我不就成了冤死鬼了吗？我一个人，一张嘴，我怎么能让他们相信？说不定向孟娜的事还得在我头上。真不该跑，跑跑什么呀？让他们抓住就好了，越跑嫌疑越大。可是不跑，肯定会被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打死，打死。老人家，一句话，我去自首吗？我知道，摆在我面前就两条路，一条路自首，一条路抓住凶手，洗清我的不白之冤。可是，自首也好，被抓也好，反正都得由着人家处置。听天由命，听天由命。可听天由命不如豁出去，跟他们拼了，你说是不是，老人家？老人家，你得帮帮我啊！我是糊糊涂涂被人逼上梁山的。我女儿怎么办？必须查出真相，我才能有出头之日。必须，必须。老人家，来。
惊一见，仿佛丢失了什么，从什么时候叫醒，又在何时分开。茫然无措的我，总在跌倒时想起你温暖的双手，泪眼中发现一句谢谢已经迟到了多年。腊梅花美，无奈花期太苦短，在最寒冷时绽放，却在暖春改变。然而你与我的歌谣，我一直还唱着，那句谢谢在我心里深埋多年。心。